控制你的僵尸吃掉宅宅萝卜。 BT 版原来还可以这么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在网上发现一个超有意思的 BT 版玩法，创意来自于这位小可爱。具体玩法是用磁暴红梅控制僵尸躲避霸王胶的踩踏，吃到后面的宅宅萝卜。看起来很简单嘛，让我。来给你演示一下正确的玩法。老大，我们两个半斤八两嘛。小失误，小失误，刚刚那段剪掉，再来。啊，是不是很轻松就吃到了萝卜了 ？Nice。这里还有一个加强版，感兴趣的小姜丝可以试试。